掴むのは相棒。しっかり記録しましたとも。安安呢？就突然一大堆讯息，残る調査もあと少しですね。イベルカーナの痕跡も見つかるでしょうか。有点小声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人打赖给我，然后还有动到麦克风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哎，有比较大声吗？好像没有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如果下次声音又变小的话，请提醒我，谢谢。只要有人拨赖给我，不管有没有接，就是会给我把麦克风变到超级小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更换道具。斩龙好不好打？嗨，奶绿。五点多的时候把那个冰牙龙灭掉了。对啦，这样讲也是啦，先打再说。
哎、欸，冰咒龙。啊喏。哦，站你一下下哦，站你一下。哎呦，咬鱼没有咬我哎、欸，吓死我了！你们以为咬鱼会上来咬我？刚回来看到，嗯，啊，在后面泥鱼龙，真真。认真哦，走这里哦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吵醒了。不好意思，不要那么生气。哎呦，哦，原来是后面哦。嗨，不好意思啊。哇哇哇哇哇！可以喷高一点吗？哇！吃火应该瞎了吧？哇哦！我估计我要死了啦，看这样子，快跑！我也要跑，欸，我也想跑，打不赢不是就该跑吗？小动物有小动物的生存之道啊。你都收到那么慢，气死了！哇哦，我都看到了，可是来不及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喝水。咬大，硬化药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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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也刚打哦，要不要一起啊？要不要一起？你要的话，我等下进群。哦，好帅哦！啊，不行，要死了！哎，妈的，酒都妈的，好了，你完蛋了。那你动画触发了吗？你触发的话再来啊，我可以先打，你慢慢触发。去 DC 群，你，嗨，喂，你先看动画吧，看完再过来我这，还是你看完了？还没有，我想说你要说一起打，我就先没有看。好。我已经看完了啊。哦，我去看一下吧。嗯，看完之后来我集会所，应该来得了吧？应该吧，如果没有锁的话。我没锁。那就好了。你开刀是拿什么啊？那个啊，守卫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哦，防卫者。拿超能斧开火，好啊！我刚才遇到 BR 了，第一猫被拍死。他那一条大招啊，蓄力然后跳上去那一招，我那时候好像血才一半而已，然后就直接被拍。哪一只？哪一只？
冰牙龙啊。哦哦哦。哎、欸，他要去哪里啊？斩龙。斩龙在雌火龙的家。快补我，小猫。那、啊、你去龙斩龙打完了吗？打完啦、啊。开台的时候，画面刚好在抓他。不要！蓄龙的动作有点太高了。玩冲锋服很难抓他。嗯啊。猫咪补我，猫咪。喂，刚看人家说可以连做一套长龙装，斩龙装。难抓哦！驯龙刀、彗星高又直，不是你现在不要跟我讲后期的东西，后期的东西。哎，剑切没用，你现在讲后期东西，我还做不出来，懂吗？现在讲后期，我也做不出来啊。我也可以，我也知道爬文，就可以看到很多后面推荐什么、啊。太刀驯，哎、欸，驯龙刚打过，可以。我看完了，我来找你。好，我刚猫一次了。看到了。我们不是后期哈，啊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抱歉。哎呦！我刚进去没有中。哎、欸，放错了，放错了，要求我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啊，为什么你 NR 四 D？ 我听不到。我说你怎么连 NR 四 D？NR 怎样？我看到你的 NR 四 D 是多少？你刚好那个都不见。零啊。M 四零，对啊，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嗯，为什么？我嫩啊，没有，我应该有七了吧？大概吧，这大概显示 bug， 毕竟我都八了，应该也八了吧？我加你的吗？加我啊！不知道还来加不加你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差两分钟。第二下，好。不拿太刀了，我拿。
PS4 猎人，感谢你的加油，感谢。吃饭。我想说，怎么刚刚是一个叫红烧猪肉的先进来？红烧？你的猫先进来。哦。啊，找你。没事啊，道具箱。从这里进去。开心锤锤来啦！啊，接着逃！那锤子推荐什么吗？有人推荐蛮多的哦，但我没有注意看看。我那时候只看太刀和抽的。想知道前期，先前期过度的。听说有一把是流斩锤，但是听说不好用。流斩，需要练习。流斩哦，流斩，你是说那只好像病毒的龙吗？对啊，就是战斗的亚种。你不在这兒？在哪里？叫啊叫啊叫啊！啊，在哪里？啊，不是啊，我突然忘记我要干嘛。好了，想起来了。OK。在你那边齁。嗯，好，走起，跑啊虫。撞啊！我要太那个文化了，两只腿软了。我要用补强化，所以就哦。啊，太累了。流斩林慧心高攻，斩位超级短，对啊！哇哇哇！我要被喷死了！我开了连续挨两发。哇哦！哎，麻了麻了麻了！哎，脚又硬了。你说脚好，对，我要再转换一次他尾巴。哪只脚啊？右脚。我那时候好像看是左右脚吧。好了。没有，哎，左脚好像没有，没差。吓死我！七成七成。哎，这时候来软化一下。他软化不是按左键就可以软化到了吗？还是不一定？要整个软化到。什么意思？软化到就是你要让他整个程序做完才会软化。就是钩爪上去，然后左键下去嘛、啊、就好了，是吗？对啊。没有吧？不是啊、哦。因为我发现有这样好像没有软化到。啊！一发的超级，
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，因为我曾经这样被打断的。啊！打到尾巴。发生什么事？我打到尾巴。你拿什么丢啊？没有，拿锤子敲最后一下尾巴一页。哦，我说你怎么错？反正他就动了一下。啊，嗯，他是不是快撞起来了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石头。再撞墙一次。哎、欸，他是因为冰了。软化要看武器分类，有的一次哦，我知道，轻武器要两次啊，重武器一次啊。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其实有软化到啊。好。哎、欸，他们开地毯之头了吗？没有。有有有。被吼下来，没有了啊！还是他还晃眼，好，我要去撞他了。中毒啦！加油点，两只一起。哇，不好不。哎，你的猫这个怎么拿？还是原本就有？根本就有了，它只是因为有新增功能、啊、哦，新增那个新技能哦，就像你的那个回复虫，那你挂掉之后，它会帮你回升啊，嗯、对，一样。哦，好混乱啊！哇，还要我需要软化它一下了，哪里哪个部分？神奇。我看啊，软化好了。哦，啊！哇！想捡那个大便，哎，我记得斩龙的尾巴好像要在翅膀红色才能撞我。提升，有有有有，我感受到了，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要去了。我看他可不可以不动，他下来了吗？好了，下来了。好，我要去切他尾巴了。哎、啊，好，哎、欸，下来就没了，没有红色，没有蓝那个状态了。累了啊！我怎么杀到粉身？再转换一次啊！他怎么又倒了？可以抓了吧？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哎、我没，我有，我有带，不要打，你不要再打我了，干你娘的！我刚才在被想爽。Yeah! 那个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，我来得及，我来得及，好，妈。没想到他身体要硬化两，要软化两次。没有、啊，是武器。
哦，你是说他硬到要软化两次哦？对啊，我的武器也算是重武器的吧。嗯，因为我发现我是软化一次之后，用那个补强化的时候被弹到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开局都先软化就对了。